年过年可能不能跟他一起回家，但是明年过年我一定去。然后祝我叔叔阿姨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喂，不是吧，今天喝了脉动啊，吃了果冻啊，但是还是忍不住跟你心动呀。见你一面就能把你刻在心里头，每当夜深。为什么说我们长相是差点，承认，但是从气质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么多年就在我手里拿捏的就死死，一直没放手。没错，众所周知，对不对？看见到手的落地，你最爱是我游戏的设计。